我是声音哈，大家好，我是 boss， 现在进行麦克风测试。这个麦克风呢，就是怪给西里面的999元的一支麦克风。那这支麦克风有广角跟指向式，那同步旁边再播放一些声音哈，这些声音来进行收音的测录与干扰哈。是，哎，里面不要拍，先生，哎，里面都不要拍，嘿，我们都只能拍外面。啊，这些声音的测试，我们现在距离哈，这里是一米哈，一米的声音测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麦克测试，两米的声音测试，啊，收音的效果，啊，我们来再来到环境比较复杂的环境来收这个声音，那么这声音会得到怎么样的效果呢？我们旁边有车道，哈，这里是空旷的大厅，啊，空旷的大厅，空气的那个回音会比较大，啊，那再来补光的效果，啊，加上这个手持防守阵的几个效果，那我们来进行收音的测试。好，停一下，不要动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切换到指向。好，刚刚是广角端，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指向端的收音测试。好，那中间麻烦你后退哈，我们就一直讲。好，声音的部分呢，包括这个距离哈，还有环境音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情况的好坏，重点是。这个 Osmo 本身它的枫叶声非常的大，那么只要是室内静音的环境下，都会收到庞大的这个杂音。这支麦克风不会。好，麦克风测试哈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是靠运气无努力啊哈。一二三四，